Hello，大家好。现在中国非暴力革命论坛正式开始。哎，这个电脑比较慢，看看是不是需要。Hello，大家好。现在中国非暴力革命论坛正式开始。哎，这个电脑比较慢，看看是不是需要。Hello，大家好。看看这个声音很敏感，听起来这么清楚。看看直播效果怎么样？那、哦、我这后面是"人人生而自由"，我看看显示出来，哦，是反的，哦，太遗憾了。我看看要调一下，来看看把这个设置里面调一下。在哪个里面？设置 video。OK，Mirror，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吧？人人生而自由。啊，这下次才能管用，行，那就下次吧。这个现在就这样吧。下次才能管用，现在就下次吧。现在就这样了。想知道什么问题呢？因为我同时开着那个 YouTube 的直播，所以显得就杂音很大，把它声音关掉就好了。今天是第一次开始啊。本来是计划邀请一些嘉宾上来讲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最开始第一次，还是应该由我来把这个非暴力运动在中国、非暴力革命运动在中国的一些发展和历史发展吧，以及这个现状介绍一下。我在那个我们的网站上也写了这个前言，因为我。正在写这个，正准备写吧。虽然现在比较忙，正准备写这个非暴力运动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目前只写了一个前言，来看一下，我应该是可以把这个网络直接切换到，把这个画面直接切换到这个我的屏幕上。我看一下这个，这个 OK。共享屏幕，可以这样。先在这儿输入我们网站的地址啊 ，free， 你可以记着 freedom.cn，freedom 就是自由 ，cn 就是中国的缩写.org。然后你也可以直接输入 freeinchina.org， 因为当初我是想申请那个 free china 的网站。结果一个德国的朋友，他因为那个网站那个网址已经被人，
怎么说吧，被人抢住了，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就，哎，这个怎么共享的没有没有出现呢？这个比较有问题。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竟然没有把我的视频共享，没有把我的屏幕共享出来。我是设置了共享屏幕的，竟然没有。那先隐藏一下吧。奇怪了，奇怪了，奇怪了，奇怪了。让先停止共享吧，这个太奇怪了。后面可以了，人人生而自由，现在是正常的。你就是输入你打开网址，输入这个 freedomcn.org，然后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网站，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往下面拉一些吧，就或者搜索这个非暴力。等一会儿，这个，哎呀，我天，这发的东西挺多的，我觉得我还没发啊，在这儿要往下面拉很久。现阶段中国非暴力革命的具体环境及策略。前沿，你也可以在这个右上角网页的右上角那个搜索站内搜索里面直接搜索，直接输入前沿，就可以找到我这一篇前沿。搜索前沿，点回车键或者点那个放大镜，然后就出现了现阶段中国非暴力革命的具体环境及前沿，及策略前沿。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从这个很早的时候，非暴力革命其实也是起源于这个当年各国的反殖民地运动，各国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运动，就是印度啊、南非啊，其中以甘地和曼德拉作为代表，甘地也是被称为印度国父，当然他有很大的这个，印度和曼德和南非那都不算是成功的。革命吧，民主化不成功，因为他们有很多局限性。甘地这个人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印度应该回到非工业化时代，他认为工业化剥夺了人民的生活，他不知道教育的，他自己虽然受过英国教育，然后在南非还是哪儿当律师，后来在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歧视，才开始发起反抗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个印度人就应该过着那种，叫什么，原始生活，觉得那种很满足。其实这个是不叫什么不现实的，因为社会都在发展，而且你看现在印度的情况，是卫生条件又差，到处强奸也不判刑，很多人都被强奸致死，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南非的也因为他们这个。民粹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仇恨白人，所以也导致这个问，导致现在这些南非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中国也是从这个清朝末年吧，其实中国一直也在这个试图反抗这个满族的统治，当然也是停留在少数群体，因为满族当时，满族朝廷也给中国，他一个方面运用这个铁腕统治。所以现在共产党运用的学的也很好，也很彻底，进行这个言论封锁，所以慢慢大家生活也安定，给人们就是也没什么可想的，每天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固定的。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戴奇瑞啊，包括很多戴奇瑞那时候到德国，当时德国还是个帝国，还是皇帝统治，炮兵柏林的炮兵学校就学习了几年。也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德国当时已经是非常社会主义了，因为当年俾斯麦总统那个铁血宰相，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在颁布的法律里面增加了这个社会保障，所以德国的当时社会福利也很好，社会也很稳定，所以丹尼瑞也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也很有这个先进思想，然后。
他们也当时为什么中国的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利用了人民那个反异族统治的心理，他们也没有发动群众，主要是这个新军士兵，新军士兵主要是他们的军官，像这个段祺瑞他们都是有先进思想的，李元洪啊，所以他们这个新兵也受到，当时办报也不受限制，所以受到很大的影响，受到新思想，所以就革命成功了。现在大家不要参照他们了。中国为什么很多这个，这不是批评谁啊，这个是现实环境造成的局限性，很多老民运他们也不懂外语，这个是个很大的遗憾，他们就还是从这个中国历史，而且是从被共产党歪曲的中国历史里面寻找经验，希望什么出现孙中山的，这些都不可能的了。现在都在发动群众，现在后面我们会讲到的。然后国内的这些年也有很多人提到过非暴力运动，而且那个牛迪啊他也翻校对过吧，那个非暴力运动，那个吉恩夏普的这个非暴力运动的非暴力革命的翻译，但是可能是出于国内的环境太严酷了，他也没进行系统的宣传。然后在推特上我搜索过，然后也没有有几个人他就转发过这个翻译，但是没转发多少，后来就停止了，估计也是受到压力。然后这唐建林呢也提到过非暴力运动，但是也是就是不彻底，而且他和很多这个他也只比我大几岁吧，但是不知道是可能是受于这个所受教育环境的影响还是怎么的，他也对这个普通大众怀有不信任感。其实非暴力运动就要发起公众，而且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希望搞一种精英运动，由他们来控制，或者是由他们来领导，或者是由他们在可控范围内来宣传。我曾经和他讨论过，就是我说我要去这个工厂，然后在劳工多的地方去宣传，然后发动那些反抗运动或者民主革命嘛。我说如果民众意识到自己联合的力量，合起来的力量就会爆发出革命的信心。然后他说，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这种力量以后，他们也会滥用这种力量，造成社会混乱呐、或者对少数群体的迫害这个就是对毛泽东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误解。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民众暴力，那主要是还是在毛泽东掌握的绝对权力，他授权这些人，等于那些人都是他的傀儡。你不能说就是黑社会他们也是，你像黑社会的那个下层分子，他也很执行上级的命令。你不能认为黑社会成员他们都是民主啊，或者民众啊，代表民众啊，黑社会统治是黑社会组织是民众共和啊，这也不是。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民众的力量问题，就是毛泽东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指使这些人。是当时你想想，你做一下统计，当时参与迫害打人的比例也非常小。你看起来很多的大多数人是被迫的，你比方开批斗会的时候，下面的人不跟着喊，他就会受到叫什么批斗，受到处分，甚至是被整死。所以他们并不是真心的，也只是少数人为了往上爬，或者是心理变态反社会才积极参与迫害。所以民众并不是就是那么可怕，他们都是有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家庭的稳定和幸福，以及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所以主要我们只要我们宣引导得当，然后我们会介绍国外的运动啊，人家的运动都很文明。另外一个我们也要告诉他们要进行推广，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怎么样才能保障人民的尊严，保障人们自己的权利。有了民主制，他会怎么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以及他自己能够怎么样参与管理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人们追求的都是这个自由、平等、和平嘛，尊严嘛，所以不理性的人还是很少的，反社会的人，所以不要对民众抱有恐惧心理。然后就是杨茂东啊，郭飞雄，他并没有具体的写他的一些思想，但是他是比较积极发动群众的，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
他的组织方式也是，我们也不了解。当然他也当时在南街搞南街运动啊，这个也很好，但是有点冒进的。这个组织首先你在力量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是不能太引人注目的行动的。那先发展，然后根据叫什么顺势而为，根据别人，如果有人他自发的发动行动呢，我们就去参与，而不要自己去发动行动。自己去像那个刘向东是吧，他就受到了打压。还有另外几个名字也叫，还有像几个那个湖北三君子黄文勋他们，这样就以个人企图，以个人英雄行为啊去挑战整个制度，目前看是不可行的。他们遍布各地的监视，包括军队警察都是被他们收买的，还有基层的各种干部宣传部门共产党员都是被他们高薪收买的，所以就环境不适合他的那种方式。就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前言里面介绍的这个中国的这些环境吧，非暴力革命的或者运动的一些历史。我下次我再看一看怎么样让这个共享屏幕能够成功，高级共享设置我试一下。是不知道为什么，再试一下白板数据连接 Firefox、Firefox 可能我刚才点错了，我试一下这个 Firefox 共享屏幕看看成功了吗，试一试。比较慢，可能是网速的问题。我在因为是在一个比较角落的房间里面，所以可能效果有些问题。再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先就这样吧。不行的话，我们就先不用共享了。哎呀，是不是有人对我们的网络又攻击了？我发现这个直播好像没动啊。有意思，不知道是又干坏事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停止共享，新的共享。估计它就不起作用，我们就这样吧。然后我有一些图本来是需要共享的，但是现在又没法共享了。我看看这些图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共享出来。看看这个，试一下。不知道它是不是成功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就是好像没动。然后就是它这个图啊，就是说的这个社会啊，这是一个纽约，大家可以也可以在我这个网站上看到，你就在我们进入网站 freedomcn.org， 然后在里面搜索纽约大学，在那个站右上角站内搜索里面输入纽约大学，然后就会看到点那个放大镜或者是点回车键，就 enter 键，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我现在网络的确很慢，估计又受到攻击了。那是我们这就是被共匪重点攻击了。现在我们这的局域网，然后就会出现那个教程，然后有13个视频。他这就是当年那个他那个叫什么 Papa Vitz，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是塞尔维亚的当年的那个非暴力运动革命的那个组织者。他当年组织成功了，他们当然也没暴露自己的身份。当年那个吉恩夏普在美国这个网站上，我们网站也有他的这个视频。然后就是我的推特，我的推特号是 L， 就是牛的军的牛的那个首字母声母 L 5 1 2 3 4 5阿拉伯数字，然后 D
就是 ABCD 的 D， 大小写都 无所谓的。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我的那个第一个置顶推置顶帖子，就是那个吉恩夏普的视频，就里面他那个美国的一个当年参加过越战的一个上校，他是在听到吉恩夏普的那个飞豹的讲座以后，他觉得很正是他需要寻找的东西，他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就是反独裁运动，尤其是反共产党政权的运动。当然还是受这个麦凯恩的支持，就麦凯恩就是那个前不久去世的那个当年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的那个越战被俘的那个战斗英雄。他知道越战越南战争是打过越南，知道这个共产党政权的危害性，所以一直进行反共产党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他当年就是他一看这个事情，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然后他也去那个塞尔维亚接触这些学生运动组织，但是他们都不告诉他谁是负责人，因为他为了保密嘛。所以这个人就做得很好，这个 Popovich， 他是在那个他当年是还是学生，他们组织在全国各地有很多这个小组织，就各个组织的那个小组织的这个组织人，他们都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然后私下发展，但积蓄到一定的力量，他们再开始搞一些活动。所以这个隐藏身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国内，在国外你是没有必要有隐藏身份，在国外反而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张旗鼓，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宣传这些理念。你像这么多年，这些人，你包括李一平，他搞的那个很多活动啊，包括这个他曾经宣布说是五一全国在新闻联播的时间敲锅碗瓢盆，其实这正是这个 Popovich 他们当年在那个他们首都干的。因为当年也是他们新闻联播，当时所有台直播新闻联播，他们都会支持，心想我们可以搞个什么办法来反对他人，然后我们就敲锅碗瓢盆制造噪音。因为当时呢房子呢很早嘛，当时他们国家也很穷嘛，隔音条件也不好，你一敲人家在屋里面就没法看了，不像现在隔音条件都好，你外面再这么敲也没里面听不到，这是一个策略，但是现在已经不合适了。我觉得大家学到这些理论的，我们应该尽量宣传并告诉他这是国际上成功的理念，而且是策略，不要只是说好像，当然我这可能不是说他真的这样想啊。你不告诉大家这是国际成功的理念，大家都觉得没有权威性，觉得有人甚至说你李一平是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你，你突然搞这个敲锅碗瓢盆这么可笑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已经在国外成功推翻了这个叫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独裁政权的运动中的策略，大家就觉得就会接受。虽然现在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情况了，因为一切环境都在变，中国的环境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环境跟当年的塞尔维亚也不一样，所以和捷克波兰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说出出处，应该就是来叫什么重点突出这些策略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就是它这是一个表，就是相当于一个庙宇。现在我看，哎呀，我这个这儿也没带个记号笔，也在楼下。这后面是人文生而自由。我那用手画一下，它就像一个庙，一个房子，然后一些支柱，就是很多支柱。这就是代表军队、警察，当然他是学生、商人、劳工。这是国外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情况特殊，为什么呢？中国的教师他也是被共产党收买的，医生也是被共产党收买的。你像我们那个以前的农村的呀，那个乡村医生或者那个乡镇里的医生，他们就是属于说着他们也就属于，我不想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他，就不值得恭维的东西。上了初中，然后去家里有关系上三年卫校，然后就去乡村乡镇卫生院当医生。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自己父母的病都治不好，怎么可能当医生呢？你像德国的，不管是什么医生，是医生，你首先最少得学6年，然后你再参加
国家考试，两次国家考试跟学法律的一样。你学法律为什么要很重要？因为你要当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所以就必须经过最少两次司法国家考试。这医学的也一样，然后你要去在实习最少两年，这是而且这个都很严格的考试，你过不了，你在头两年你要参加头四个学期，你要参加这个学校里面组织的一种考试，叫慈悲审批风。如果你两次没过关，你就得换专业了，你不能再学了，你不适合学医，就是非常一个人命，不是什么。不能开玩笑的，共产党就随便就培养这些什么赤脚医生就去草菅人命的。共产党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后，这是我了解的情况，对他们对这个乡镇医生呢，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大力提高待遇。以前他们可能只有700-800块钱的工资，然后还靠自创收入，所以就是农村的也是农民非常大的负担。他要自创收入，就跟派出所的什么城管呀，什么什么各个机构样的，就想方设法搞钱拨些人。当年他们生活已经不错了，但是共产党突然给他们的工资提高到2000-3000，这是为了收买他们。因为茉莉花革命的确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恐惧。当时那个审判我的国宝，自称我这么大个官的，很可笑吧？估计是公安部的，不叫公安，国安部的家伙。说我这么大的官儿，深更半夜来跑来跟你，跑来跟你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没说浪费，不知道怎么说的，跑来跟你，在这儿跟你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如果中国真的，他都不敢说这个茉莉花这个字呀，如果你们在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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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半天，才说茉莉花革命，如果真的成功了，中国真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他又不敢说民主两个字，看着我。看着他等了半天，他说真的民主了，我就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活埋了。他说让你们看不到民主中国的第一线曙光，你看他们有多恐惧，有多恨我们。真是，所以茉莉花革命以后，他就把这所有人都收买了，包括教师都提高了待遇。以前那个民办教师，他们加快了这个转公办教师，也给他们提高了待遇。所以就是现在是医生、教师。还有就是编外的所谓的政府雇员，像城管啊这些，哎呀，这些所谓的还有什么协警啊，也对他们提高待遇。你像我当年在北京的茉莉花的时候，他们看我的城国宝，看我老打坐，因为我睡着了进入什么，他们不懂打坐是什么，我估计他们以为我他有打坐就进入一种糊涂状态。其实我所有都听到了，他们在讨论，哎呀，政府给他们补贴钱让他们买车，那是2011年，他们买一辆车是多少万，然后20多万，然后政府给他补多少万，然后我估计那时候那个时候补贴的就那么多了，现在更多了，可能也给他们补贴房子了。他们应该属于国宝或者是普通的派出所警察，当时看我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人，两个人一班，一天四班，一天六班，一个班四个小时，所以就政府对他们进行收买，他们肯定也有协警，我认为看守我们，那不可能老把派出所的正式警察都派去看我们，那当年北京抓了很多几百人，所以就是对他们进行收买。然后还有这个知识分子，学校里面的这些教授啊、讲师啊。就进行收买，所以他们就另外这构成国家的支柱。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就是在中国还有农民，包括农民工，有城市平民，如果有低保的可以不算，他们最少可以维持生活。城市平民的低保还是比农民工多多了，农民一个月几十块钱60块钱，这个就没法维持生活。看病，你像那个陕西一个老农发了视频骂这个合作医疗，他去药店买药，那个药才几块钱，然后医院给他开是10倍的价，然后国家只给你报70%，不是国家，叫医保，合作医疗，他自己要交钱买合作医疗，然后再有合作医疗给他报，只报70%，比方说一个药，药店买10块钱，他到卫生院去。
看病，医生给他开个药方100块钱，然后只给他报70，他自己得出30。比如说，如果他不参加医保，不交这个钱参加医保，他买一个药只要10块钱，但是参加他要买，他自己要花30块钱。这个呢，农民工是最坚决的，就是在这个构成国家支柱里面的最坚决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剥削的，也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权的。在国外，他说在国外他然后还有一个他列了一个表，给各个、这所谓的支柱啊打分。一般的情况下，在很多国家，这个警察1分就是离政府最近，政府给他很多钱呢，给他，然后军队基本上也是1分，但是有些变态独裁者，他喜欢警察，不喜欢军队，所以军队就处于2分到3分，他总共是5分，3分就是中立。但是中国军队绝对的军官待遇，包括这个，现在听说这个义务兵一个月就很多钱了，还有那什么职业兵、志愿兵，所谓的士官就很多了，一个月好像是上万的，所以他们是绝对忠于共产党的。但是政府公务员那就不用说了，绝对的，教师也是绝对的，医生中虽然有一些因为这个医患矛盾被杀啊，有些人就也不满，但是他们是基本上是1分或者1.1吧，他们也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只是认为患者可恨，他很少怪罪在共产党的头上。然后就是商人、私营企业家，他们基本上也是靠的2分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对共产党不满，对呢共产党对他们收税也很重，然后对他们贷款也不支持，叫所谓的党进民退吧，党的企业，很多人叫国企民退，我认为他叫党进民退吧，党企也更多优惠条件，也经常挤占他们生存空间，所以这个私营企业主基本上是2分。他们也是靠近共产党，他们基本上都他要巴结共产党。这个私企中啊，也分级内，一类就是共产党官员的家属，那绝对是1分的。然后一共就2分，就是他们跟共产党有很近的关系。当然也有3分，3分就是南方企那些靠自己起家的，就是不得不向政府行贿的这些人，他们估计是3分，因为毕竟他们在那个体制下他也赚钱，但是以为是4分5分都有的，5分的很少，因为他反对共产党，他不会行动的。那5分是不仅是反对，还愿意直接行动的。所以民营企业家是，除非他被剥削了、被抢夺了，那他已经不是企业家，他愿意参与这个反抗行动。然后就是农民工和农民，刚才我说了，他们在中国，很多人呢就说，哎呀，这个中国人都是愚民啊，他不知道反对共产党啊，他甚至维护这个共制度啊，那是因为你处的环境，我只能说你是个笨蛋，你根本就不知道进行社会调查。很多上推的能翻墙的人呢，他基本上也算是一个既得利益吧，他的家庭环境他很少出身平民的，像我们这样的出身被打压家庭的都更少，像张大军那样出身农村的，像这个还有那个，信阳的那个叫什么黄斌，出身农村的，我们了解农村的情况。这些人除了共产党的基层的农村干部或者乡村教师，他们是不会拥护共产党，他们心里都知道共产党是多么的坏，也知道他们的根源就是因为贪官。你想想，那个谁不愿意？很多人为什么要争着去当官呢？去往上爬的，或者希望亲戚当官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官员很贪污有特权嘛，你们说他们不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说，哎呀，我周围的人都拥护共产党，那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你或者你所处的群体属于小众的，你没有进行社会调查，很多人是很愚蠢的。我告诉你们，并不是说是我叫什么贬低你们，你们根本不知道社会调查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社会阶层分析。你不要是企图中国人，而且中国人都很狭隘，为什么呢？他总是在自己周围亲戚朋友中间，他觉得，哎呀，这是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应该影响他们。他觉得他们似乎有义务去影响他们，
你不要这样嘛，就是正义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不是说因为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跟你关系近，你就应该优先考虑他们，不是这样的。你再去发现这个真正的最坚决的反对这个政权的，所以这就是农民工和农民。在国外的他们的分析啊，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视频，在我的就是那个纽约大学，通过关键词纽约大学搜索，一共13个视频，加起来13个小时，有的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的一个多小时，总共是13个小时左右。他们的这个各国呀，都是学生是最激进的，因为学生就很理想主义啊，他们对政府总是不满。像西方民主国家也是这样的，独裁国家，前共产党独裁国家，包括这个叫什么伊斯兰教独裁国家也是这样的。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言论审查，没有互联网封锁，他们了解真情，他没有愚民教育。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学生反而是大多是支持共产党，或者他就是处于三，就是事不关己的。他们受到的共产党的教育就是，你得往上爬，所以就是真正的你在网上接触的所谓，哎呀，那攻击你啊，那因为一个是什么呢？尤其上内网的、上国内的网的人，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大家一个是不敢说，另外一说就删了，甚至说不出来。所以你只看到五毛在宣传，你就认为他们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愿，那是不对的。所以就是，但是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代替群体是谁呢？就是年轻农民工。现在互联网发达了，首先他们从他们的父母、从自己的遭遇，他知道这个现实，他是对现实不满的，而且他知道共产党很坏，很贪污，对他们压迫很大，所以他们是最愿意反对的。如果有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对他们，我前最开始提到过的，你首先要告诉他们，民主自由制度能给他们什么保障，能给他们自由、平等、尊严，而且还富足的生活。首先他知道这，而且他可以通在民主自由制度下，他有权利，他是人民主权嘛。什么叫民主？就是人民主权，他不是君主主权或者是议会主权。英国的议会主权是一个很特殊的政体，在我讲英国制度也讲了，大家可以看看，在我的那个网站上搜索政治制度，你也可以搜索到议会制。他议会主权就是不代表人民，所以他也会有些问题。但是人民主权的制度，民主自由制度，公民就可以通过对议员像人民代表进行限制，来或者通过选举啊，或者通过抗议啊，通过媒体啊，因为现在有互联网，大家组织活动也很方便，进行游行示威啊，这些都可以起到改变自己的待遇或者是叫什么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作用。所以这个年轻农民工是最重要的群体。为什么我很早，我2009年的时候就到广东农民工中间宣传这个劳工权益啊，这个人权呢？就是因为只要他们知道这些了，他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他缺乏工具，缺乏理论工具和这个实践指导。如果大家能够在网络上，包括现实中，你就是去给他们宣传这个劳工权益法，我网上我可以到时候再公布一份，发到我们网上，劳工就劳动合同法、劳工法呀，这些他们怎么样维护这些权益。当然你指望通过什么劳动仲裁呀、打官司，其实这是行不通的路了，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和他们联系，他们和他们走近。重要的是你得告诉他国外的这些非暴力运动的方式，他们怎么样可以组织起来。当然最开始需要私下组织，以这个同乡会啊，或者什么音乐啊、交谈吉他呀、你像当年王凯，就我们那个义工，他跟这个包括跟大家一起练拳击啊，都可以和他们组织起来。在日常谈话中，包括简简单单的，你每个星期一次、星期五、星期六或者是周末，跟他们一起喝啤酒。中国的啤酒也便宜嘛，我不知道以前在国内8毛钱大瓶是这边的2倍，这边的啤酒小瓶几块钱。当然这边德国的啤酒是很便宜，你不到酒吧喝的话，一瓶就我们旁边就那就啤酒厂，你也可以看我的视频，几百年历史了。
就我们共用这个墙，这个墙就是跟他们共用的墙壁，这个墙。然后你这边也很便宜，几毛钱。但是爱尔兰的啤酒就是几块钱的，就很贵了。你就每天这边和人出去喝啤酒，每周固定的他们家 Stammtisch，Stamm 就是那个树桩的意思，树干的意思，就是基本Tisch 就是桌子，其实就是叫是例行聚餐，就是你每周哪一天大家一起喝啤酒，可以到你的啤酒馆，你甚至自己可以开一个啤酒馆，你可以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传播这些理念。如果你只是在日常聊天中聊什么民主自由啊，你可以搬出中国的宪法呀、啊，什么什么联合国的法律、啊，联合国的那个宪章啊，或者这些叫什么合约啊，这些东西公约，没人会抓你的。你只要不在网上组织活动，在现实中目前还有谁没有谁因为宣传法律或者宣讲国外的这些运动而被抓的，所以这也没有危险性。所以目前就是。那些视频里面讲的呀，就是你首先得从最这个最弱的一环呢，就是这个政权组织或者这个国家组织的最弱的一环来下手。在国外就是学生，年轻学生，在国内就是农民工，年轻农民工，大家 QQ 啊都也都很方便，微信都很方便，你传播法律也没人敢把你怎么样。甚至你在网上你不传播法律，就是哎呀我们星期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去爬山或者去健身，骑自行车或者去河边公园里面，就简简单单一个人带几瓶啤酒，或者是你，当然我们的这些人收入都相对比农民工要高，你自己出钱买两箱啤酒也没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一瓶啤酒，两块钱一瓶，一箱24瓶，但这边一箱就6瓶8瓶，呵呵，差少多了。另外就是你可以买上两瓶或者两箱四箱的，就可以给大家喝，带一些花生米，也可以自己炒，或者说我也不知道国内现在那个炒花生米多少，也很便宜了，给大家可以凑一点钱，或者是你如果你自己负担不了的话，也给他网上让大家帮你凑一点钱，或者是叫这个工人们自己带啤酒。当然也有一些家里负担重的，他们都很省钱嘛，他们自己可能有些就出不起这个钱，或者是就出这个钱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现在心想，我在这边喝2块钱，吃喝3块钱，可能孩子就可以在学校吃一个星期了，或者是在家吃一个星期了。父母，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想办法自己弄点钱，带着啤酒，带着花生米什么的。或者弹吉他呀，这些当然是小众的，就你们自己发现他们有些什么，你看有些边区来的，像云南的那些，他们都会跳什么锅庄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民族舞，很简单的，我也见过他们怎么跳的，就很简单，唱啊跳啊，而且他们这个互相男女之间就是唱唱跳跳就钻在树林里了。大家不要从用道德的目光来看，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在这西方国家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大家都很支持，因为这是自然的。你不要说哎呀他们就是搞成什么什么的聚会了，这个不要管他，这是人的自由选择，我们要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在这个活动中重要是传播这些国外的理念，这就是我们的群众基础。你像东欧的这些捷克呀、波兰呐、塞尔维亚呀、匈牙利啊，就前共产党国家都取得成功。而2011年的茉莉花运动，突尼斯也非常成功。像什么埃及啊，虽然他们推翻了这个独裁统治者，他们现在也陷入了军政府状态。包括缅甸，就是我们这儿有几个教授，包括助教，他们就是帮助这个缅甸转型的时候，帮助他们设计的民主制度。虽然后来这个昂山素季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失望，欧盟的也非常失望，但是他们设计的制度这个毕竟比当年的军政府独裁要先进嘛。所以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我们不能看到这些后果，就是说哎呀这个革命会导致这种军政府状态，所以我们就不要革命了，这当然不是，我们首先要防止这种状态，
我们要让参与者充分的认识到如何进行非暴力革命，以及在非暴力革命成功以后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让权力旁落，落到什么兄弟会啊、军政府组织。所以这个军队啊，它是在虽然在这个这些国家中啊，在这个民主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它处于三个状态。他们的理想状态是处于三，因为有些国家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尽量要求这军队保持独立。但是像埃及这些国家，或者是这个缅甸这些国家，因为军政府它首先就是它军队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所以你得想办法让它保持中立。这当然后面的，我们现在第一步就要发动农民工，你包括这个学生，中国的学生中有一些像这个月薪呢，他们就是支持这个家事工友的独立工会的，但是他们是非常少极少数，所以大家不要把在中国不要把注意力把精力放在发动学生上，一个你会被出卖，因为他们都有信誉，另外一个在中国学生的大多数还是不关心这些东西，有少数他们会来，如果你把劳工运动搞起来，他们会来找你，所以我们就不要干一些事倍功半的事，叫什么事倍功半的事情，我们要首先要发展自己。一个这个在海外的人呢，你要宣传这些，让别人能找到你，能够从你这儿学习先进的理念。另外一个在国内的，你就要把这些劳工运动啊，发展起来，各地他们最好是自发独立的，看起来像自发独立的，然后不要让他们找到你们这些宣传者，然后自然就会有学生，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老人六七十岁的所谓的老左派，他们就会来支持。这些老左派他们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他们其实是支持工人运动的，而且他们也很老，你不要担心他会夺权吧，这是我们是可以联合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也40多分钟了，超过45分钟了，就希望大家下一次我们就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然后休息15分钟，然后大家进行提问，然后我会公布一个新的会议室的网址，然后大家就可以进这个会议室，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就可以提问啊、讨论啊，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啊、新的见解啊，就欢迎大家来提问或者是讨论。当然我们不欢迎你说这个非暴力不行并说出种种理由要暴力革命才行，你有这个选择我也支持，如果你暴力革命成功呢，当然我也很高兴，如果你推翻共产党是不是，但是你首先得从最弱的一方，就是这个政权组织或者国家组织的最弱的一方的下手，在国外就是学生，年轻学生，在国内就是农民工，年轻农民工，大家 QQ 啊对也都很方便，微信都很方便，你传播法律也没人敢把你怎么样，甚至你在网上你不传播法律，就是哎呀我们星期天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去爬山或者去健身，骑自行车或者去河边公园里面就简单一个人带几瓶啤酒，或者是你当然我们的这些人收入都相对比农民工要高，你自己出钱买两箱啤酒多少钱，我们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一瓶啤酒，2块钱一瓶24，一箱24瓶，但这边一箱有6瓶8瓶，差小多了。另外就是你可以买上两瓶，2箱4箱可以给大家喝，带着花生米自己炒，我也不知道国内现在那个炒花生米多也挺便宜，给大家可以凑一点钱，就是你如果你自己负担不了的话，就给他网上凑一点钱，或者是叫这个工人们自己带啤酒，但也有些家里负担重的，他们都很省钱嘛，自己可以出不起这个钱，或者
这个钱多，他心里压力，他心想我在这喝2块钱，吃喝3块钱，可能孩子就可以在学校吃一个星期了，或者是在家吃一个星期了，因为这个。想办法自己弄点钱，带个气球到华盛顿什么的，或者弹吉他呀，或者当小众的，就你们自己发现他们有些什么，你看有些边区来的，像云南的那些，他们都会跳什么锅庄啊，是什么的，那种民族舞，很简单的，我也见过他们怎么跳的，就很简单，唱啊跳啊，而且他们这个互相男女之间就是唱唱跳跳，就钻到树林里。大家不要从用道德当中往外看，这是自然的、正常的，在这西方国家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大家都会很支持，因为这是自然的。要说哎呀，他们就是搞成聚会了，这个不要管他，就是人的自由选择，我们要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在这个活动中，重要是传播这些国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群众基础。你像东欧的这些，捷克呀、波兰呐、塞尔维亚呀、匈牙利啊，就前共产党国家都取得成功。我2011年的茉莉花运动，突尼斯也非常成功。像什么埃及啊，虽然他们推翻了这个独裁统治者，他们现在也陷入了军政府状态，包括缅甸，就是我们这儿有几个教授，包括助教。帮助这个缅甸转型的时候，帮忙设计民主制度。虽然后来这个昂山素季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失望，欧盟的也非常失望，但他们设计的制度这个毕竟比当年的军政府独裁要先进。所以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我们不能看到这一后果，就说哎呀，这个革命会导致这种军政府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要革命。这当然，我们首先要防止这种状态。我们要让参与者充分地认识到如何进行非暴力革命，以及在非暴力革命成功以后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让权力旁落落到什么兄弟会啊、军政府组织。所以这个军队啊，但是在虽然在这个这些国家中啊，在这个民主非暴力运动成功的还处于三个状况，他们理想状态是处于三，因为有些国家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尽量要求军队保持独立。但是像埃及这些国家，或者是这个缅甸这些国家，因为军政府它首先就是它军队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所以你得想办法让它保持中立。这当然后面的，我们现在第一步就要发动农民工，你包括这个学生，中国的学生中有一些像那个月薪的，他们就是支持这个家事工友的独立工会的。但是他们是绝少，非常少，极少，所以大家不要把在中国不要把注意力把精力放在发动学生，一个你会被出卖，因为他没有信誉；另外一个，在中国学生的大多数还不关心这个问题，有少数他们会来，如果你把劳工运动搞起来，他们会来找你，所以我们就不要干事倍功半的事情，要首先要发展自己。一个这个在海外的人要宣传这些，让别人能找到你，能够从你这儿学习先进的理念。另外一个在国内的，你就要把这个劳工运动发展起来，各地他们最好是自发独立的，看起来像自发独立的，然后不要让他们找到你们这些宣传者，然后自然就会有学生，然后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老的60-70岁的所谓的老左派，他们就会来支持。这些老左派他们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他们其实是支持工人，而且他们也很老，你不要担心他会绝夺权吧，这是我们是可以联合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吧，也40多分钟，超过45分钟了，希望大家下一次我们就能够进行深入的讨论，然后休息15分钟，大家进行提问，然后我会公布一个新的会议室的网址，然后大家就可以进这个会议室，休息15分钟以后，我们就可以提问啊、讨论啊，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啊、新的见解啊，就欢迎大家来提问，是讨论。当然，我们不欢迎
你说这个非暴力不行，并说出种种理由要暴力革命才行。你有这个选择，我也支持。如果你暴力革命成功了，当然我也很高兴，我推翻共产党，是不是？但是这不在这个讨论范围，浪费大家时间精力。另外，其他话题我们就更不欢迎。如果有这样，我立即把它踢出去。OK，拜拜。